俺说这话你不相信啊，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。感觉好的话手别闲着啊。哎，水姑，你说的那个理财主是不是俺们村李把皮啊？你打听这清楚干啥呀？这李把皮死机会都不接狠，俺恨不得那八路军出舰队过来扒了他的皮。对，哎，小点声儿，小点声儿，都不想要命。好，咱再说一段其他的，说的是两颗。你，哎，李老爷，你，哎呦，老子明明活得好好的，你敢说俺死了？李老爷，俺不是说你，俺说的是李天豹。哎呦，俺看你是活腻了，来。把他的皮干扒下来。哥，那不是李扒皮吗？把枪给俺。找了他那么久，今天不能再让他跑了。李老爷饶命，李老爷饶命，李老爷饶命，李老爷饶命啊！别动啊，谁动砍了谁。二愣，这事儿跟他们也没关系，都放了。滚滚。守护的，梁大侠，你可别杀俺呀。照这个事儿给俺编两段，这是给你的。谢谢梁大侠，谢谢梁大侠。李财主真让俺说死了。咋了，小宝贝？哼，没过去了吧？哎呀，中了中了，别吓俺了，俺去给你倒点水喝。我不吃。中，你也学会装了是吧？装死，好，反正是死了。好汉饶命啊！好汉饶命，好汉不干那好汉。你帮着小鬼子抓了多少个大姑娘？什么女人呢？追不到我呀！别跟俺耍心眼儿啊！俺这个刀可不长眼，不敢抓心眼儿，知道吧？赶快吧，别溅一身血！好汉呐，大仙给俺交代了呀，他交代不让俺说，这抓女人的事儿啊，是八大四儿和薛老八干的。跟俺没有任何关系。人关在哪儿了？他关在哪儿？这个还抓他？不说实话是吗？好汉呐，听说是关在柴火店儿啊，柴火店儿，柴火店儿。王老头啊，王老头，你敢记住啊？将来你要是再为非作歹，干坏事让俺知道。不干坏事，不干坏事，这干好事啊，好汉呢。走，保住我。我的娘！我的娘！
哎，大家别怕，别怕啊！那些二狗子不敢把咱们咋样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！事到临头，哭也没有用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啊也躲不过。大家伙都听着，保险啊，有人来救咱们。救咱们！嘘，小声点。车上没鬼子，过来吧。走走走。哎，哎，你看，怎么有车过来呀？啊，这么晚了，是谁的车呀？不知道吧？哎哎哎哎哎哎！停下！停下！啊，太君，米达奇，哪里死了路的？俺听不懂太君的日本国话，太君啥意思啊？米达奇，哪里死了路的？哎，赶紧搬开栅栏，你小子别找不痛快，连累俺们弟兄啊！七爷交代过。没他的条子，夜里啥人都不许过。笨蛋，七爷都得听日本人的。八哥，太君息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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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八哥，安八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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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，快点！弟兄们，要是七爷怪罪下来。你们可得给俺作证啊！是太君拿枪逼着俺搬开的。那几十个女人关在哪儿？俺说，俺说，大房子，大房子里头，带路。不好了，着火了！快救火！快救火！那边
点啊！玉茹，梅玉茹，梅玉茹，梅玉茹，哥，没有玉茹。哥，那屋也没有啊。玉茹。玉茹，梅玉茹在哪儿？梅玉茹在哪儿？不知道。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哎呦！哎呀！他在这儿。玉茹，别过来！再动俺弟，俺先把他弄死。你小子先把人给俺放了。放他容易。先把俺弟，快点把弟兄们放了。薛青柔，你没有资格跟俺提条件。不差。哥，姓贾的，今天要不然让你老婆给俺弟陪葬，要不然俺放了你老婆，你把俺弟和这帮弟兄们放了。给俺滚！爸，哥，快走啊！哥，快走！赶快把人给俺放！俺放了他，你们会轻易放了俺吗？别敢废话，赶紧把人放了！你放了。俺说话算数，俺也算数。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吧？啊？哥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没事啊。你告诉哥，有事没事？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吃没吃亏啊，哥！别老哭，别哭，别哭！俺明天把那俩王八犊子给你抓来，弄死他，让他给你解气！别哭，别哭！快告诉哥，到底有事没事啊？吃没吃亏？没事，没事就行了，别哭，没事就行了。哥，你咋不早点来？这不来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兄弟们，都跟我搜搜。都给我搜搜，把你有用的东西都给俺带走。玉茹，你没事吧？青柔他们把你抓走了，快急死俺了！俺马上就带人过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也没吃亏。这以后俺妹子还是留你那儿吧，你那儿安全。好，俺走了。别哭了啊，哥走了。来，俺看看。玉茹，没事吧？行了，别哭了，走啊。